好了，我们要带你来看另外一个非常难得一见的画面哦，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啊，宝宝呢会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动来动去。其实，在妈妈的肚子外头看呢，有些胎动厉害的话都看得出来哦。法国有一个爸爸，他就拍下了怀孕妻子胎动的过程，上传到网络。不知道这个你有没有看到？这个胎动真的是非常剧烈哦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孕妇太瘦呢，还是怎么样？小 baby 在妈妈肚子又是挥拳又是转身的活泼模样，看的是清清楚楚，也让很多的网友都大呼，真是太神奇了。看到这么剧烈的胎动，可以想象小 baby 在肚子里翻来翻去的模样，一下子左出拳，一下子右出腿，甚至还360度转一圈。练在一旁的姐姐都大声惊呼，最后忍不住用手摸摸妈妈的肚子，只能说小婴儿实在是太活泼了，把爸爸妈妈逗得哈哈大笑。因为动得太夸张了，有网友甚至还开玩笑地说，会不会是外星人转世啊？其实宝宝有这样明显胎动的情况并不少见，有多年住产经验的护士也表示，小 baby 在肚子里活泼乱动，表示他很健康。哇哦！虽然常常会让妈妈吓一跳，不过这样的惊吓对父母来说都是甜蜜的惊喜。